大家好，我是不二红城，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。接下来，请您欣赏精彩曲目。阎菊衡，1890年生，晚清至民国时期京剧老生名角，大学士松云玄孙，原名熙，本姓马拉特氏，北京人，蒙古族，曾在清廷蒙藏院任职。因酷爱京剧，业余参加青银雅集、春梁有辉等票房。阎老生早年经常观摩谭鑫培演出，并从陈彦衡学谭派戏，又向红楼馆主钱金福、王长林等请艺，唱、作、念、打均有基础。1923年，在梅兰芳、陈彦衡等鼓励下，正式参加戏班，在谭派基础上博采众长，吸收京剧其他行当和京韵大鼓的唱念方法，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，创立了以音韵声腔取胜、具有自己演唱方法的艺术，史称为阎派。他独善剧目《卧龙吊孝》，让徐州、上天台这些剧目谭派老生所不演，独辟蹊径，成为阎派名剧。阎派唱腔，腔柔四声，字正腔圆，吐字归韵精确。在演唱上，多用字重腔轻的方法，旋律丰富，抑扬顿挫，千折百回，若断若续，变化多端。行腔似险而实圆，似纤细而实苍劲。每出戏的唱腔都各有一致，绝少雷同。他的念白也深具功力，字字清晰，娓娓动听。代表剧目早期以谭派风格演唱的有《击鼓骂曹》《捉放曹》《武家坡》《汾河湾》《战太平》《卖马》。建立阎派演唱艺术后的代表剧目有《让徐州》《卧龙吊孝》《上天台》《白蟒台》《法场混子》《各后骂殿厨》《三害宫门带》等剧。沿途演出唱功戏外，以念白做工吃重的《沈头司汤》《诗隐救国》《天雷棒》《穷林将》和以武功动作吃重的《定军山》《镇潭州》等戏，他演来均称当行出色。1942年6月20日，农历壬午年5月初7日，80去世，年仅52岁。
王方将他平民为谁得动啊，两乘坐车进拉将为国求贤立英当，我本是堂堂徐南子，把我当作小儿郎，放在朝中为首相，勾践可不是口火香。曹操说把话来讲，你很言来听端详。